是人间猫，还喜欢今天的曲子吗？我很难得在 YouTube 上面跟大家分享，我演奏爵士风格的曲子。不过其实我在 IG 上面还蛮常 po 的，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这一首曲子里面感受到圣诞节寒冷，但是却又温暖欢乐的气息呢？我今天演奏的长笛是 Jupiter 的 JFL700RE。喜欢他的声音吗？我其实蛮意外他的声音表现得这么好。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把长笛的声音，想要试吹，欢迎私讯工学社专门家中心，也不要忘了告诉他们你是看到人间猫的影片而知道这把长笛的哦。那就圣诞节快乐，下次见啦。